由兄妹党组成的乐童音乐家，虽然曾被戏称是绝对不会闹不和的团体，但其实两人私下完全是对现实兄妹。在综艺和 SNS 上相爱相杀的互动，经常引发各种笑料，粉丝都常常笑说自己跟亲兄妹也都是这样打到大的。前阵子灿赫又被发现竟然退追踪妹妹秀贤的社群账号，让网友爆笑猜测该不会是吵架了，必须请妈妈出面声明。正好最近发行新曲的他们16日举办了线上记者会，灿赫顺势对此做出回应，表示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，只不过是取消关注，接着就演变成不合说，让他感到很惊讶。而说到退追踪的原因，哥哥也只淡淡的说，其实我是没什么想法就取消关注了，单纯只想追踪符合自己 SNS 氛围的账号。贝贝则接着回应，自己是看到新闻才知道的，但两人并没有吵架。听到被哥哥取消关注时，也无动于衷，没有任何感觉。要是没有报道消息，自己可能还不会发现。换作是一般团体，可能粉丝都要开始吵架了。还好两位是真实到不行的亲兄妹啊。